經濟日報嘅投資業話組咧就係推介錦豐利業1772嘅，揀選原因係咧內地新能源車政策不斷啦，推動新能源車需求同埋銷售噶。咁股份咧就係睇好錦豐利業1772，錦豐利業受惠利價上升咧可以提高一線噶。隨住全球新能源產業咧加速佈局，當前鋰原料啦供需矛盾加劇，加上咧氫氧化鋰作為高鎘三元鋰電池嘅正極材料咧持續受惠新能源車滲透率提升，價格快速上行。錦豐利業咧顯著受惠於氫氧化鋰量價齊升帶嚟嘅盈利提升。咁公司七月份咧就上調咗盈利預測啦，預料上半年嘅盈利介乎13至16億元人民幣噶，按年增長7.3至9.2倍。走勢方面，由去年10月至今啦，錦豐利業嘅股價咧累計升咗超過3倍，跑贏大市。公司唔單止咧係鋰產品供應商啦，更加係電池供應鏈嘅龍頭，相信長遠咧可以獲更高嘅估值噶。策略上有貨嘅人有貨嘅投資者咧可以繼續持有，目標咧就係睇183蚊，未持有嘅就可以喺150蚊樓下收集，跌穿140蚊咧就要減持噶啦。咁我。